中有一群野生的倒霉蛋，似乎所有的奇葩倒霉事都让他们遇到。野生的倒霉蛋们受到伤害是有原因的，不做不是他们性格吗？有些时候，一个轻微的举动会造成连锁反应，让你失望的事一定会多发生几次。他们从很小就开始倒霉，也许这也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一种天赋。他们是天选之人，不管什么时候，他们都能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。人生短短几个秋，他不醉不罢休。有些人倒霉起来，喝凉水都在忍，喝口水都要经历多重困难。安吉平，他谁？桌上有一片鱼叉，是吧？我喜欢那鱼叉嘞。我也不想去接触，我见那我抓了他，你还说我不得有吐的呀？不是，我一问，啥？我半夜不想去厕所，我那女孩子尿的，看那一眼，那眼神还一样，那啥